这世上只有一颗解药。来人呐！来人呐！拓跋浚，他为了救你，自然能自己去死。拓跋浚，天底下竟然有这样的傻。
怎么样，殿下毒能解吗？哎，我既然叫人将未央治开，自然已经有所准备。你只管实话实说。回殿下，此毒非常霸道，只有解药才能完全将其清除。依照臣的医术，也只能暂时压制殿下体内的毒性。暂时压制，什么意思啊？ 定期为殿下治疗，压制毒性，暂时保住殿下的性命。然而，少则5年，最多不会超过10年呐，殿下，您就可能……这5年或10年。 都是老天爷给我的恩赐，谢谢你，刘太医。臣定当竭尽全力为殿下保养身体。二位，
你有事，尽管开口。关于我的病情，我希望能瞒着未央。我能陪他的时日不多了，我希望他能开开心心的过完这些年。我知道你关心未央，但是你不要灰心，事情还没有到达绝望的地步，说不定用不了多久，刘太医就可以研制出解药来。 托帕君，我告诉你，在这世上，只有你才能给未央幸福，所以你不能放弃啊！我知道，不到最后一刻，我都不会放弃。 这一刻，我等了太久太久。发生了这么多事，还好我们没有放弃彼此。我永远都不会放弃你。如果等不到这一刻，我愿意一直等，今生今世，生生世世的等下去。我也是。
结发为夫妻，恩爱两不疑。 醒醒啊！你醒醒啊！你不是说过让我娶你的吗？ 醒了，你说过等我好了，不娶我，我好不容易等到这一天，我舍不得死。难道你是在骗我吗？我没骗你，我没骗你，我答应你，我会娶你，我会让你成为我的妻子，原烈的妻子。 老夫人他们来了吗？祖母和娘都早早入宫了，现在应该在御花园吧。朕已经拟好了一道圣旨，到时你代朕颁给老夫人和齐姨娘。朕今日有朝会，不能去见他们，你替朕好好陪陪他们。陛下勤政爱民，是大为之福。朕希望能多些时间陪你。 陛下现在已经不是未央一个人的了，而是大魏子民的了。快去吧，百官们
还在等着聆听训示呢。拓跋余弑父篡位，罪不容诛。现拓跋余及其党羽已全部伏法，特昭告天下，由万民唾弃。李长乐身为王妃，言行失德，身负皇恩，今贬其为奴，终身幽禁太子府。另查当年景穆太子一案，实为拓跋余诬陷所致。朕今为景穆太子平反，追尊为景穆皇帝，钦此。陛下万福金安。哎呀，祖母娘，拜见皇后娘娘。娘，你们折煞未央了。如今呢，你是皇后娘娘了，君臣之礼可不能乱呐。是啊，娘、祖母，要不是你们一直对我这么照顾，未央怎么可能有今天呢？你们不能给我行礼，这么说来，应该是未央给你们行礼才对。在我心里，你们永远都是我的亲人。哎呦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，这可使不得呀。皇后娘娘有这份心意，我和老夫人已经不胜感激了。祖母，娘，今天啊，我还带来了圣上的旨意。啊！哎呦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李家老夫人李罗氏，戚夫人李陈氏，身为皇戚，护国有功。特封李罗氏为一品惠慈夫人，封李陈氏为二品淑贤夫人，钦此。谢陛下。你来干什么？是来向我炫耀你的胜利吗？还是来看我下场有多悲惨？我李长乐生来尊贵，你竟敢贬我为奴！你坏事做尽，这是你应得的下场。那你为何不杀了我？你杀了我呀，你留着我有何用？你不应该将我们赶尽杀绝吗？我明白了，因为你到现在都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我就是杀害你母妃的凶手。那我告诉你，就是我杀了你母妃。
于承认。那天我乔装去见太子妃，他将我当成李未央，还拿出陪嫁首饰要送给我。为什么？他明明就不喜欢李未央，为什么他突然就接受他了？我心里好恨，我拔下发钗，用力扎进了他的心窝。李承乐，我可是杀害你母妃的凶手，杀了我呀！你怎么不杀我？来人！在。朕九，你既然已经承认了，是你杀了朕的母妃，就自行了断吧。拓跋浚，你就这点本事吗？你就这点手段吗？我可是杀害你母妃的凶手，你要亲手杀了我？你想让朕亲手杀了你，以此来减轻你的罪孽，朕不会容你冤。让朕动手，你不配。拓跋浚，我这辈子最大的悲哀就是爱上了你。我恨你，我恨你。生来尊贵，绝不为奴。你们几个去御厨房把守，任何人不得进入。是。君桃，你是来看夫君的吧？那你这套衣服是穿给我看的？嗯。那我们回家吧。嗯。你就不能走快一点吗？哎哎哎！你慢点！哎！君桃，你能女人一点吗？女人，特别女人。
见父皇。起来吧。慢点。父皇，喝碗参汤吧。好，乖，红儿，这几日功课做得怎么样了？红儿会写自己的名字了。哦，是吗？来。哎呦，这是我们红儿写的字啊，怎么那么像你母后写的呀？是母后教我的。父皇，我会写我自己的名字了，可以出去玩吗？当然可以了，去吧。谢谢父皇。慢点儿。来，去吧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想想也有几个时辰没有见到你了，想你了。红儿学会写字了，正要好好的赏他的师父，还要再多请几个博学之士好好教他。皇上光顾着教红儿写字，可还记得答应过臣妾的事？臣妾一辈子。原来是这样啊，这上半辈子是你把朕给耍了，下半辈子朕要好好惩罚你。怎么罚呢？就让你写拓跋浚三个字写上一万遍。守护你的黎明，一梦一菩提，当今生遇过你，爱过你，白首也不分离。下这毒性已经无法压制，臣恐也束手无策了。起来，这不能怪你，朕不剩多少时间留给大魏的子民了。陛下，恕老臣说句该杀的话吧，当初那仅有的解药若是陛下您自己服下，而不是把他留给皇后，那以陛下您的威武英明，我大魏一定会更加强盛啊。刘太医，若无皇后，这江山对于朕来说毫无意义。这件事不要让皇后知道，退下吧。是，陛下。Wei-Young.
留给我们的时间也不多了，要是能跟你一起慢慢变老该多好啊。我还要叫我们可爱的红儿，骑马，射箭，我还要看着你手把手地教我们的红儿写字。虽然你的字写的确实不怎么样，但是我还是很爱看。我们还有太多太多的事情没有一起做。这又多了一束花，开心吗？开心。你快乐，就是我最大的快乐。这是谁挂上去的？还能有谁啊？这是你亲手为我做的灯笼，当然有我亲手把它给挂上去。我想听琴了，你能否亲手为我谱上一曲？好啊。天涯，你终会远离。
以后呢，我不能再保护你了，你一定要坚强，大卫就拜托你了，我们的家也拜托你了。拓跋君，我会不惜一切守护大卫，守护我们的家园，我会带着你的这份爱好好的活下去，我会让你看到一个锦绣江山。不自觉能牵你小抱。